音乐能有效治疗失智患者，音乐治疗对失智症患者受益良多，尤其播放患者哪一个年龄阶段喜爱的歌曲是最有帮助的。我的答案是 A， 他更多的回忆在他的那一段年纪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我还记得我妈妈是放哪一首歌叫我起床。什么歌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怎么你不起床他会难过哦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